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，不错。报告。何振华，让他讲。报告，首长同志，狙击手只是红细胞行动小组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我们为您准备的汇报演示还没有正式开始，是否合格，还希望您能够亲自检查。这是在将我的军呢。报告，我不敢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可以不看了吗？报告，我不知道。你先入列吧。是。我当兵快40年了，做将军也有10几年了，部队。 应对上级首长的检查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不清楚吗？特种部队我没有来过，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儿，我还是没有看过你们的汇报。看汇报不能真正了解一个部队的战斗实力，那靠什么？靠抽查，只有这种临时的检查。 才能考察出部队真实的战斗力如何。看汇报，跟开卷考试有什么区别？中尉，你同意我的话吗？报告首长，您说的都对。但是我觉得你还有话要讲。是，何振华。中尉，你讲。报告，首长同志，为了您这次视察，我们训练了1个月，同志们没白天没黑夜。 就是为了向您展示这台汇报演示，可是您一句话，我们的努力就……你们准备了1个月，就是为了给我汇报演示。你这身军装是不是也为我穿的？你的军装，你们的军装，都不是为了我个人穿的。 你们训练，你们吃苦受累，不是为了我呀！报告，首长同志，我错了。你们是军人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。你们训练、吃苦、受累，并不是为了今天在这儿给我表演。那个都是虚的，没有任何意思。 哪个部队不能够拿出2手绝活来呀？更何况你们是几十万作战部队当中挑选出来的精锐。你们准备的那些东西我不要看，我要看的是你们没有准备的。请你们告诉我，是看汇报还是抽查？ 更能体现一个部队的战斗力。练为战，不是为看。你们都是我的兵，难道我还需要你们预先编排好了一个节目拿来给我看，那样有意义吗？答案当然是没有。你们不是文工团，不是宣传队，你们都不是演员，你们是战士。你们的任务不是演戏，而是打仗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十个准备着，十个准备着，十个准备着。很好。 今天我在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看到了这些。你们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，我相信你们的战斗实力。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进来，你们还好吗？这样还可以节省时间。我现在去视察别的部队，你们按照 日常安排的训练计划，继续训练。是。不骄不躁，继续努力。这是一个共和国将军对你的出头。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小唐主任，欢迎来我们红细胞特别行动组视察。参谋长，您就别取笑我了，我哪说得上什么视察呀？哎，你可是军区机关的首长啊！您呐，就别取笑我了，我还是您的教员呢。啊，还记得？记得，记得。对了，这一次啊，我真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。说吧，我能帮你什么？我这次是带着队伍来的。 我们的军事游戏遇到了瓶颈，我们需要你们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的配合。讲吧，我们都是解放军，这任务不同啊，目的相同。自己人不帮自己人，那谁帮自己人？我需要你们素质最好的特战队员给我们做战术演示，把真正的战术动作呢移植到我们的军事游戏当中去。好事儿啊，没问题啊。不过 给我们旅里1号批准呐！您放心吧，军区机关已经下达了公函，旅长也亲自交代过了，说一定让我到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来，说这个小组啊是咱们旅最好的特战队员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没问题。沈占明，啊，红姐，走，过来一下。是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军区 军事游戏办公室主任唐信仪同志，这位呢，认识，对，我们见过啊。陈善明，红细胞特别行动组的组长。组长好。这位是刚到的红细胞特别行动组的教导员。啊，教导员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陪首长一起来观摩啊。他也是我的学生。 别扯淡，别喝酒去啊！小唐，哦，唐主任，那个不知道有什么能帮你的，你们还是叫我小唐吧。我们这个军事游戏需要你们特战队员的帮助。哦，没问题。这样吧，你什么时候需要说一声，我派人过去。不用特意派人过来，等你们结束以后，或是抽你们空余的时间，抽一个，或是一两个，特战队员 做一下演示就行了。好，有数了。别吵了，就我吧，行不行？要么我也去。组长和教导员的大架，我哪敢劳驾呀？明白了，你放心吧。这样啊，你什么时候需要说一声，我马上派人去。哎，刚才表演那个中尉怎么样？那是我素质最好的兵，随叫随到。嗯。 最近怎么样？老样子，还能怎么样啊？我问你的不是你的工作，是你个人问题。参谋长，您怎么也这么八卦呀？我怎么会八卦呢？我只是随口问问。你们两个呢，都是骄傲的人。这两个傲气十足年轻人凑到一起，那肯定会针尖对麦芒啊，少不了啊相互刺痛对方。我很感谢你，你能放下架子来这里找他。您谢谢我有什么用啊？再说，我这次来是真的因为工作，才不是因为他呢。是，我明白，你唐心怡呢，不是因为个人感情影响自己工作的女人，对吧？ 不过呢，你这次是来着了。你要是问我手下的这些官兵们，谁是单兵战术素质最好的兵，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何成国。反正啊，这次他这个模特是当定了。于公于私，你都是来对了。为什么他总是这么骄傲呢？你不也是这样吗？啊？你们俩。 就像那过冬的小刺猬，都把身子缩起来防护着自己，相互啊把刺儿扎得紧紧的，不断的刺伤对方吗？参谋长，您呐就是偏心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稀罕。算了，我走了啊。我从书上看到的啊，女人说不爱，那心里就是真爱啊。 到游戏办的临时驻地报道，他们在礼堂。带上你的武器装备。是。旅部来通知，说是找一个军事素质最好的队员去做军事游戏的模特。点名要你呢。晚饭呢就在机关食堂吃，熄灯前回来啊。是。哎，精神点啊，别给咱们丢人，听到没？是。 哦，什么哦啊！就5分钟，练体能，争取都当模特。啊，来，都当模特。哎，报告，进来吧。 报告，首长同志，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何晨光中尉奉命前来报道，请指示。稍息。这次是要你做单兵战术动作和手语，是用来做军事游戏的样本。是，首长。那好，我们先从手枪战术开始吧。是。再来。没有目标，你的战术动作就会失真。把我当成你的目标，按照你的训练要求激发。 别发呆，赶快工作。那个，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我也吃完了，我也走了。我也吃完了。你别动啊！你吃完了吗？你？我吃完了。他还没吃完呢。你们都吃完了吗？你吃完了呀你啊？你们俩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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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 你没吃完，慢慢吃。首长，你们吃完了吗？我们这儿也得收拾收拾，一会儿还得体能呢。他没吃完。哎呀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哎哎，好，哦，吃完了，谢谢。 你都是这么逛街的吗？不是啊。那你为什么走我后面？这是部队，不是公园。我不能违反部队纪律啊。朱，何晨光，到，走我前面。是。前锋到。 你累不累你？累。你不开心？你有心事儿？还是因为他？是。他现在处境很不好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可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。 我们只能尽人事，知天命。谢谢你。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做？就这么吊着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现在的生命都会有危险。 只是想事情有个了结，彻底放开的时候再去找你。没想到，没想到我自己送上门了。我没说，你就是这意思。何晨光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说我克星呢？想我也活了20几年，见过风雨，经历过生死，我怎么就栽在你的手里了呢？好，我认了，你去想吧，想明白了再回来找我。 真的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何晨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自作多情。我这次来可真的有任务。我相信。你相信什么？相信？你满脸都写着“得意”2个字。我哪有得意？就是有。我没。报告，我归队了。我真的要归队了。 何晨光，什么人啊你！起来！对，哎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刚真的是一不小心，我就睡着了。下次记住，值班的时候不要打瞌睡。是。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。你睡多久了？大概10分钟。大概？我这不是我忘了吗？我20分钟之前去买早点的，从那时候开始看。 真的是疯了！敢到大陆来，还敢来找我？我为什么不敢来？你跟我不一样。你在大陆有血债，如果被他们抓到，必死无疑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一定能抓住我？你来就是想告诉我，你有多大的胆量是吗？当然不是。 大概有5年了吧，差11天是5年08个月。难得你记得这么清楚。你是我带过最优秀的学生，我当然记得很清楚。你来找我，不会就是谈谈战友情吧？不要这么冷漠啊！你还是我手下最优秀的狙击手，最优秀的突击队。 我不是雇佣兵，我不干了。你真的不干了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受够了，我已经跟过去决裂了。决裂？真的能决裂吗？你和胡群彻底的决裂了吗？你看看你的现状，你可以开一家别的商店。以你这素质啊，轻轻松松的挣点钱过日子。可是你为什么开一家军品商店？ 是 F2的军装，你从骨子里不会变，你是一个完美的军人。雇佣兵不是战士，我热爱战斗，但是我不热爱为钱卖命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信仰打仗，为钱打仗，都是战斗，当然不一样。我不是职业杀手，你已经做了。你敢说你的手上没沾过血吗？敢吗？ 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啊！法律？你刚才是法律。我是一个没有国籍、没有信仰的人，我只为了钱杀人。你却跟我谈法律，跟你过去的老师、你的上司说法律。如果说到法律的话，你不应该坐在这跟我说话。 你应该是在吃着牢饭，而不是想着怎么去结婚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我说过要你跟我走吗？沈茂，我这次就是来看看你的。 我被降职了。降职？很正常。你知道的，我跟董事会那帮人是合不来的，他们取消了我的指挥权，派我到大陆来，给一个老大做保镖。你做保镖？是。可是当我来到大陆以后，我决定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你。 我们在一起枪林弹雨、风风雨雨，打了那么些仗，我经常会想到过去那些朋友。可是现在能见到活的，没有几个了。就凭着这一点，不管以后你跟不跟随着我。 我会一直记着你。是我中的这口气，没事了。跟我来。 放过你的！我身上没有血债，包庇罪判不了死刑，快走吧。沈茂，我欠你的，快走！没啥，我们准备进去。你们要小心，那是个厉害的角色。放心，我们也是厉害的角色。完毕。 没有发现目标，完毕。小子，终于露出马脚了。嗯，带回去。报告，发现地道。早有准备。警官先生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一定不建议你的人下去。为什么？我比你了解他，他一定会设下机关的。相信我，我不想跟大陆警方为敌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出口在哪？海边。去。是。一分队，给我动！他可能早就跑了。你不还在吗？ 警官先生，您是行家，您应该很清楚，他不可能告诉我他的踪迹。带回去。没必要跟我打哑谜了吧，警官先生。我相信您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材料。当然，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监控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您已经抓我了，还需要我说什么？ 用了这么长时间，钓你的外线，养了你的金鱼，肯定不是为了抓你。如果要是抓你，你一入境，早就落到我的手里了，也不至于让你逍遥自在的这么久。你们想抓蝎子？当然是蝎子。可惜你们错失了机会。蝎子比谁都狡猾。 是人他就有弱点，蝎子也是一样。如果他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狡猾，这次也不会露出马脚的。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他今后不会让你们再发现他的行踪了。你知道，你还有几次机会？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清楚，是手下人。 警官先生，我不想与您为敌，但是我也不会出卖蝎子。他不仅仅是我的上司，我们是生死兄弟。你知道你已经触犯了法律了吗？知道，但是我对他承诺过，我们是生死兄弟。你不了解这种感情，我们是从 战场上下来的，维 K 47，战争造成的。后生，在你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已经就在打仗了。你说的我都清楚。什么是生死战友？什么是患难弟兄？ 需要我说什么？我迟迟没有抓你，除了你不是罪魁祸首，还有一点，我很同情你。同情？对，同情。谢谢。我不需要谁的同情。你本来是一个热血少年，非常有正义感，却误入歧途。 你想实现你男子汉的梦想，实现你的抱负，这都没有错。你可以选择在国内当兵，可你却偏偏跑到了国外当了雇佣兵，最后沦落成一个职业杀手，当了犯罪集团的帮凶。虽然你没有杀过人，但你毕竟是犯罪集团当中的一员。难道我不该同情你吗？ 性格决定人生，选择决定命运。路是我自己走的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没错，路是你自己走的。但我作为一个老兵，一个过来的人，也许我应该告诉你，你现在应该还有路去选择。摆在你面前的现在有两条路，一条路走向黑暗，另一条路走向光明，自己选择吧。我不会出卖鞋子的。那你就背叛了你的正义感，还有你的家庭，你的未婚妻，一个刚刚满20岁的姑娘，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。你想让她知道吗？ 你想让我干什么？你应该清楚。告诉我，他来干什么？他到大陆来，是公司派的任务。他到哪儿？要杀谁？不是暗杀，是做保镖。保镖？对，保镖。他被公司降级了，被派到大陆来。 做一个老大的保镖，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。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。打开他的手铐脚镣。 你走吧。您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出卖蝎子吧？怎么选择明天的路，是你自己的事。选择就得人生。走好。 孟总，对他这样的顽固分子有用吗？唉，是人就有弱点，我已经抓住了他弱点。他老婆？不，是他的正义感和良心。他现在正在苦苦的挣扎着，要给他时间。 这里就是金海了吧？是，原来这个地方不叫这个名儿，后来啊，在山上发现不少小金矿，就改成这个名儿了。怪不得呢，这就是刘老大活动的地方吧？哼哼，这个地方啊，白天归政府管，到了晚上就是我们刘老大的地盘了。看着没有，山高林密的，不怕公安抓。 就算是逼急了，就是边境线，我们一抬腿就过去了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刘老大都等急了，站，站，站。行了，回去吧。给我看看。门淑女被警察抓走了。没事了，是误会。没事就好了。小小，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瞒着你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只要知道你平安回来了，我就安心。